看尽诗书画，笔墨映中华。欢迎来到东方卫视文化赏析节目《诗书画》。清嘉道年间，西令八家之一的陈曼生呢，致力于推进紫砂壶艺。传说他手绘18种壶式，在紫砂壶艺中啊，融入了文学、书法、篆刻等艺术要素，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人壶的风格。名士名工让曼生壶呢变得愈发珍贵。而提到曼生壶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因收藏8把曼生壶纹饰的海派的著名画家唐云。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这位海上画派的真名士，那就是书画大家唐云先生。首先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著名的山水画家江红老师。著名画家兼美术史论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徐建荣老师，今天主要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唐云先生啊。那么刚才我们先说到这个关于8把这个曼生壶啊，虽然余生也晚，跟这个唐先生接触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呢，有幸呢在他家，喝过他用曼生壶给我泡的茶。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不太懂什么叫做曼生壶，他拿着小茶壶给我这个泡茶，我们都是牛饮嘛，一小杯喝完就没了。当然我就觉得他年纪大了，这个好像拿茶壶很费劲，是吧？然后我就想自己去拿这个茶壶自个儿自斟自饮，结果手还没有伸到这个茶壶呢，就被他打了一下，说这个是美声啊，这个打碎了把你卖掉都买不起这个啊。所以呢，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曼生壶啊。江红先生跟唐先生的这个交往多吗？他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两个字，名士，画家当中的名士，其实个性也是很好的。比如说喝酒，王蟋蟀，在喝酒当中他也交了许多朋友，王蟋蟀的时候也交了许多朋友。有一次我们出去面包车开着，他坐在前面，后面的人在说蟋蟀，他马上回头打不打，就蟋蟀大不大，爱到这个程度了已经。喝酒也是的，你要和他喝痛快了，不用你说他就把话拿出来送你了。这说明他一个是对酒的爱好，一个是对酒友的爱好。他这个开始爱喝黄酒，据说他这个上黄山带了好几斤黄酒，边喝边爬山。有的，所以你在酒桌上能够和唐云谈道，能够和唐云谈话，能够和唐云谈学问，那你一定是有货的。唐云在酒桌上能够交朋友，能够和人畅谈，那就他的乐趣。就是这么一个具有名士风度，而且呢独立个性，很好玩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他家，他已经是比较偏晚年了啊。你是不要问我要娃，哎，是不是要问我要娃？我说是的。去陪我吃饭，哎是，吃那个红烧肉，吃那个 XO。他喜欢吃蹄膀，大家一起吃，这蹄膀这个皮肯定是他吃的，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这长得跟布袋和尚似的。那是唐云的肚子比我还大。徐老师，您跟这个唐先生接触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你们的这个交往啊，或者他的一些小事情，您觉得特别有意思，值得回忆？哎呀，正因为我是对唐先生读小学的时候就很崇拜。当时因为上海的报纸上也好，全国各个地方的杂志上也要经常发表唐先生的话。那我也爱好嘛，一看这个话特别喜欢。那么小学的是59年的时候，当时学小学图书馆里看到唐先生画的一张水蜜桃，后来就专门去买了这本杂志，上面彩色的。到了中学里面嘛，当然对唐先生的东西看到更多。当时私人电话不大普及的，当时上海电话名单上面那些名人的家里电话都有，我只把唐先生的电话还号码还抄下来的。当时啊，那你打过不啦？没有打过，我家里自己家里没有打，没有电话，要到公用电话上去打。当时嘛钱也很少，所以没有去打。但我抄过的，是准备要去打的联系的，是吧？所以对唐先生的认识，一直到后来73年之后才认识。
你还记得第一次跟他见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第一次见面嘛，是在画院。后来陈佩秋老师跟我说的，这是个车库改造成的一个画室。进门嘛，就是殷冶平跟这个朱美辰，再进去大一点的嘛，就是孙祖白跟唐先生两个人对面的，是吧？两个大画作。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的，后来跟陈老师也讲起，他说这个是画院的白公馆的车库改造成的，对吧？那么后来问了爹嘛，唐先生很客气的嘛，很热情的嘛，对，因为从小就崇拜，所以他很热情，是吧？要了他的家里的地址嘛，后来就到他家里去了。需要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有人把这个唐云先生称作为这个杭州唐伯虎？主要两个人的名字比较相近。对吧？上海话也好，杭州话也好，唐云比较接近。那么因为唐先生的做人非常潇洒，对吧？这个潇洒我们也认为是风流。我们经常把这个唐先生啊称作为这个风流人物啊，其实他从花鸟的成就上来说，我们经常会把他跟江寒丁啊、张大壮啊、陆亦菲啊称为叫四大名旦啊。这个如果把这个四个人放在一块儿，我们来比较的话，唐云跟他们这个最大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这个差别也就是他是名士，他会玩。你想啊，一个画家在纸上用笔墨玩，他在纸外刻竹刻、铜刻、壶刻壶，但他这种玩呢？就是把玩的情绪，把玩的那种高质放到画上去，所以他的画呢，也不仅仅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来的。徐老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海派画坛的这个四大名旦啊，能不能用这个京剧四大名旦来做一个类比？如果能够类比的话，怎么去比？因为这个四大名旦嘛，就是从京剧四大名旦里借过来。这个类比嘛，我的看法。唐云先生就相当于梅兰芳，比较全面，水平也比较在前面一点的，距离是拉开的。张大壮先生就相当于陈念秋，带些悲腔的。那么荀慧生就相当于我们的江寒丁先生，那么这陆亦菲嘛就相当于尚小云，我是这样子看法，对吧？如果要是唐先生晚年的，就相当于李多奎变成老旦了。晚年的唐云就是李多奎，我是这样。轻易变老旦，轻易变老旦。所以唐云为什么，这个花鸟画能够凌介于他们之上呢？是因为他是底子是画山水，他学画开始的时候就是学山水画的，而且学的就是石涛。所以他有两方面的优势，一个是山水画的优势，笔墨的优势，另外一个呢，花鸟画的优势。这两方面他互相取长补短，所以他的山水画到后来他的水墨山水也别具一格，也画得相当精彩。他再用山水画去补充花鸟画，那肯定是在三维之上了。所以唐先生呢，就是有山水的功底，有花鸟的那种自尊的风格，所以两个再结合起来，那就更了不起。说唐先生，这个我不能要的，这个太贵了，你该付点工钱吧。他就是牡丹，他的美女简直就像港姐一样。有一年上海人美出画册，唐云也出了一本，来蜀生也出了一本，后来呢迟迟没付稿费，唐云就找到他了，说来先生家里比较困难，你先把稿费给了他，我那本稿费也一起给他。唐先生这个斋名叫大石斋，是吧？是不是就是取这个八大石涛？有这个说法的，是吧？而且我觉得石涛八大对他来说就是影响很大，所以他这个收藏里头也有很多八大跟这个石涛的画，特别是八大，八大石涛他都喜欢，都有收藏。你看啊，为什么说他是名士？80年代的时候，他在做家具，来个木匠做了他很满意，拿出一张小的八大送巴农。八大就这么送人啊？木匠说你不给钱。就是一张小画，那么当然唐先生他也没话说，
后来就是那木匠不要啊，要的啊，要的、啊。后来他拿到窦云仙，吓了一跳，这个价格是吓了一跳，他人还是拿回来的。这唐先生，这个我不能要的，这个太贵了，你来付点工钱吧。你看的时候，他这个人，豪爽。徐老师，这个有没有看过这个唐先生收藏的八大的这个作品？我在他家看过一套册页，好像是。唐先生收藏的八大也好，董其昌也好，石涛也好，金东新也好，齐白石、武昌硕，他主要这一路。您看到他的这个八大都有些什么样的？说八大有一张香烟佛手图，香烟佛手图最有名的一张嘛，现在已经拍卖掉了，就是那张菊花瓶子里面的菊花，卖了1800万是吧？哎，那最有名。就那张八大为什么当时，引起大家这么多的关注，而且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大藏家就拼命地争这张画，因为这个东西嘛，这张画嘛，好像60年代介绍八大山门了，大家都是介绍这张画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八大的画册，这个是黑白印的，里面也有这张画。这张瓶居都嘛，艺术处理上也，它是非常简洁，很大的瓶子，一朵很小的花插在里面，艺术上它是非常好，用笔也非常好。你觉得这个唐先生这个山水啊，是不是也从石涛这个八大里面出来的？八大没有，石涛，主要石涛。石涛呢，他这个底子是石涛，所以他早年的画的确实很像石涛。稍晚一点呢，他以水墨为主了，艺术水准就更高了，完全就没有八大的影子了。在50、60年代，他可以用八大的那种技巧去画，去画水库啊，去画现代建筑啊。那个时候你没有这点本领，你的山水画也是站不住脚的。画家画当然更可以，他画那个玉米啊，画什么就大丰收了。印象最深的一张四国画，又是漫画，就是登在哪个杂志上的，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他把它画成一个老鹰手里拿个炸弹。唐玉画的。刚才姜老师说了，这个唐先生的山水主要这个取法石涛啊，他的花鸟是不是从这个新罗山人得到很多启迪？对，花鸟主要是新罗山人。小写意，我认为唐先生是历史上最厉害的小写意。你认为的小写意花鸟，小写意的花鸟，那么。唐先生，我认为北京王羲涛也不如他，上海几个山，其他三大名旦嘛，当然也不如他。唐先生就是，是吧？所以刚才你讲到四大名旦嘛，四大名旦之所以称他们四大名旦，因为这四个全部是小写意，是吧？并不是说花鸟画里面他们最好，花鸟画里面还有齐白石了，还有潘天寿了，但是他们不能称作名旦，大写意，他们大写意不能称作旦的。是吧？一定要称的话是黑头、花脸，他们是花脸、大花脸。刚才我们说到唐先生这个山水啊，跟这个花鸟，它的一些这个来源啊。那么从这个整个美术史上来看，唐先生可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美术史，那花鸟画就唐先生。为什么说同样是学新罗的，其他三位也是学新罗山的？就是因为新罗山人甜是甜，符合海派的口味。你要再往上学宋画，费劲，太费劲。所以呢，新罗山人这种画法，恰恰是合了海派的胃口。不管是以前你很熟悉的海派，和现在慢慢变得很雅的海派，但是因为一个新罗山人，出来四种风格。唐先生的风格是最大气、最豪放，所以这个呢，新中国美术史上新中国画很重要的一笔就是新花鸟画。新花鸟画嘛，这个标志就是上海花鸟画展，是吧？这个影响很大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花鸟，唐先生虽然一开始不是院长，他的创作是主任，谁都是他管的，他就是上海画他的领袖人物。所以组织了他的花鸟画，花鸟画组就是做了许多事情，在研究商量要搞新海派。哦，新海派就是他说的，他们要致力打造新海派。新海派嘛，他们花鸟画组要搞新花鸟画。那么具体工作就是出了部花鸟画谱，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这本画布很重要，文化部对推广上海新画画鸟画影响之大，就相当于方正先写了《怎样画水墨人画》，都是唐先生带领之下干出了第一件工作。第二件工作就是画鸟画展，影响也很大。这画鸟画里面嘛，刚才讲到，刚江老师也讲过，说这个是雅俗共赏。如果要能够表现上海开埠之后，鸦片战争之后开埠之后的雅俗共赏，还有一个特点，比较摩登。上海的摩登的雅俗共赏一定是带些要有些洋派的这个东西。要说任伯年的人物同其实前人有什么不同，他就是摩登，他的美女简直就像港姐一样的感觉。这个传统美女里面是没有的，对吧？你说美女，那么明代有明代美女，是吧？他们这个神态就是传统的，传统的美女。而这个任伯年的美女就是好像港台的港姐这个美女，就是摩登，就是现代化的，现代化的摩登，是吧？是吧？当时嘛，现在嘛，全国都现代化了。当时嘛，就是上海，还是上海这块地方水土适合，养成了他们这个小姐有种摩登的气息。所以你想，海派其实往最早的说是画家的生存之道，后来慢慢的审美改变了，海派在中国绘画史的末端和中国现代绘画史的开端都有它崇高的地位，那唐英是功不可没的。唐先生，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山水跟花鸟，其实他也画人物。我觉得他画的这个钟馗啊，还有这个布袋和尚啊，都也蛮讨喜的。那他人物从什么地方出来？是不是也任伯年那儿出来的？是兴隆三人跟金东兴。他一路比较公正的人物是学的兴隆三人。人物画呢，一般来说你要往上看传统的，尤其是他这种简笔的，是不大能看出来的。我的意思呢，更多的是他在玩笔法。你看他画布袋和尚也是线条很简单的，画那个罗汉面笔，所有的人物画就如同齐白石的人物画一样，是玩笔的。是不是他这个人物的简笔画也蛮有意思？哎，简笔画他晚年画的很少。钟馗，哎，就是这个80年代只画这个简笔啊。我们看到50年代，特别是解放前画的人物还是比较秀气的。晚年了，8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布袋和尚啊、达摩面笔、达摩面笔比较多了。收藏有金东兴的一张佛像的微信像和尚，对，我看到。从这里面就受到了一些启发，对吧？但变成自己的笔墨。刚才大家都在说到这个唐先生，这个是名士真风流啊。风流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就是他交友甚广，还有很多好朋友。江老师知道他跟这个钱寿铁啊、林风眠啊、白娇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往来？因为好像他跟林风眠关系很好，在他们家这个客厅里头有一张重彩的这个风景画。有什么往来呢？我们下辈不大清楚。但是他对他的朋友都是有一颗很热诚的心。有一年上海人美出画册，唐英也出了一本，来蜀松也出了一本。后来呢，迟迟没付稿费，唐英就找到他们。说来先生家里比较困难，你先把稿费给了他，我那本稿费也一起给他，不要了，就对朋友就这样的。所以真正我们要知道他们之间的交往呢，肯定还有许多更动人的故事。其实我们刚才跟这个徐老师跟江老师谈了很多有关唐英先生的这个艺术的创作，虽然他从这个传统当中走过来，但是呢，他遵循了施涛所讲的笔墨当随时代，这样的一个理论，就用传统的笔法来为新时代讴歌，无论是花鸟画和山水画，我们都可以看到唐先生这个后来对于这个新海派的这个崛起做了很多的贡献啊，他也用这个山水画跟花鸟画做了很多的这个主题的创作，所以从今天他留下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唐英先生。他对于这个时代的特别是新时代的那种感恩。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徐建荣老师和江宏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诗书画节目啊，跟我们来分享唐英先生的这个有趣的这个人生。探镜诗书画，笔墨映中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上海博物馆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特展。大家好，我是林立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诗书画与上海博物馆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特辑。节目中我们将从四个角度梳理上海书画艺术的文脉，通过一系列展品与各位一起领略上海的千年书画之美。今天我将带大家进行一场云观展。第一部分义脉讲述了海上千年历代书画艺术成就，展出了有法帖之主之称的西晋陆机草书、平复帖的清代刊刻版本、三国时期皇相张草急救张策的明代重刻版本，还有陆机家族后人唐代陆建之的行书五言、兰亭诗卷等。第二部分展示书画中的上海自然与人文，从元代李绅殿湖送别图到明代文家的取舍园图卷，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第三部分我们将展示书画鉴藏，节目中介绍了经王洪绪收藏过的赵猛符行书子斋记卷等一系列鉴藏作品，也梳理了元末至清末近700年间上海书画鉴藏的四个发展阶段。第四部分展示开埠以来海上画派、洋画运动、近代革命家以及新中国美术作品，如吴福藩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图轴》、陆延绍的《永历潮头图轴》等，用画笔记录下历史发展的重要画面。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锁定东方卫视诗书画。他这个人是有洁癖的，哎，干净到极点，他手碰了什么东西的，一定要洗手，洗了以后呢不能擦的，一个布是脏的，当时都碰到什么新冠肺炎的什么，他这个肯定洗手，他肯定第一个戴口罩，米芾肯定戴好几层口罩。那不然这样啊，这个帖是王羲之之前中游之后的能够留在人间的唯一的一个墨迹。贝聿铭先生他带我在院子里面转，然后指着一排前面用这个石头砌成的这个墙壁，他就说这个其实这个灵感我就是从这个米家山水当中引发来的。